紧接着我要做的是茅山派的一个惩罚恶人的法术。那我会一样啊，在这一杯米上面，这杯米上面看一下哈，这个是米，上面写一张无形的符咒。这个是要屏气凝神，屏气凝神，一气呵成，然后用法师的体力、法力、智力去引动它，好，然后加上我们这个符咒，我们等一下符咒会烧在外面，好，会烧在外面，然后顺便呢引动飞禽走兽术来惩罚恶人斩桃花。如果有人晚上有听到虫鸣鸟叫声，那是无所谓的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外面哈，来处理这些事情。我们先把符咒烧了。我今天的风很大。一些法术过来，我现在把这个米撒在地上，撒在这个地上，如果有小鸟飞下来，我们等一下也要拍一下看有没有小鸟飞下来，那我们人要走开它才会来。你看，小鸟飞下来了。有很多人说这个法术很奇很玄。那如果各位也可以试试看在米或是豆子，人家说茅山术的撒豆成兵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